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Andrew， 今天我要来玩 Cave Blazers， 这是一款动作冒险游戏，然后游戏就是在那个洞窟里面冒险。那它一开始有一些新手教学，教你如何左右走，或者是那个用剑砍啊，或者是射弓箭。它的然后这个上面这一位老先生呢，他的用处就只有一直在那边说你不可能完成，你不可能完成这项任务之类的。这是什么？哦，可以更改啊，更改一些奇怪的东西，造型好像没什么特别的嘛。稍微看一下。这就是短发嘛，然后，还有什么？盔甲吗？没有。这个是，这个就是刚刚发头发，然后胡子就不用了，然后稍微更改自己的喜好。有什么、好多颜色哦，还有一些未开的。我用黑发好了。衣服，可以不用穿衣服就是了。好，大概是这样。然后返回之后就是洞窟冒险。本集一里面，这是谁？我需要你的帮助。上来这里，上去那边吗？哎，You see this？ 他要我解决那些史莱姆。做得好。这个奇怪的人是要干嘛？听走。找到这些鞋子，找到一双鞋子吧，这对他来说太大了。然后他就是叫我试试看，适不适合我穿。Q， Q。Q 可以干嘛？刚刚好像叫按 Q 吗？突然要这样操作，好不习惯。上面好像没东西，下来看看。射弓箭。哇！这是一款一直在努力杀怪、砍杀。砍杀的游戏，赚钱，然后进山洞，在山洞里攻击。跳，上面那位到底是在上面做什么？哦，有钻石，哦，爆炸。干嘛？你需要帮助他吗？应该不用吧。这是撒旦吗？哇！捡起来。收集金币。这是什么？陷阱，可是我不知道怎么使用。好吧，暂时先不理他。有这个弓，
哦，那次会爆炸啊！不知道为什么会一直切换到输入法，因为它这个游戏的特色就是。就是你的攻击键，就是砍键的话是在那个右边的 Ctrl， 然后你的跳跃键是空白键，所以你会变成一直在那里切换输入法。哎、欸，上不去了吗？啊、又按到了。等一下，我可能需要一些按。再更改一下按键设定之类的，是什么？哦，好像很强的样子。我可以设会，诶，他被干掉了吗？怪的符咒，然后这跳跃有点像跳跃，已经习惯了，都会发那个音。这个跳跃呢，有点像洛克人的感觉。啊啊啊！失败了，上。赚钱应该是有好处吧。被先生被干掉了，我刚刚也很想救他，有吗？好了，其实我只是看着他，我就不知道他附近有奇怪的怪物。这是什么？这是蛋吗？很奇怪的蛋、啊。付钱他会给我东西就是了。哎呀，又是输入法。哇哦，还会爆炸！哈哈，剩31滴血，没有补品吗？好想要，我需要补品。有没有办法使用道具？使用道具有快捷键吗？好吧，需要再研究一下。哦，好多只，好多只！砍我砍我砍我砍！哎，这里有个洞。看一下附近有什么值钱的东西。啊，跳要跳跃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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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跳跃键在挥药水。橡胶绳吗？要进那个山洞了，反正现在就在山洞里，进去。等级二的，这一只有点麻烦，它一直爆炸，它碰到我就爆炸。哦，本来以为可以用剑把它射死，哈哈哈！我剩6滴血。没有回血的手段，好大只的史莱姆，跳下去了，哦，我也跳下来了，
他被刺死了。哦，跳跳跳跳，又有奇怪的东西，不能再被攻击了。啊，死掉了。得到一个蓝色的不知道什么东西，然后 OK， 这样我就可以稍微的，这个就是那个老先生。干嘛赶我下来？我没做什么坏事，这个是奖励。刚开始就有两个，就会有一个苹果和两个炸弹，然后外观，我记得我有拿到鞋子，是算在这里吗？应该不是。我看一下按键设定一下，应该有使用道具吧。我想要稍微修改一下近战攻击的按键，不然实在是有够麻烦的。我把方向键那边的看能不能都改成，看一下，Tab 可以开启那个背包类的，然后 Q 可以丢掉东西，然后这个开始把按键稍微修改一下，向左射，向右射，射击，这个不算按键吗？那稍等一下哦，上右左，这样应该不会有相冲的吧？上，我刚才又按到下，然后近战攻击就用有 H 吗？没有 H， 那就用 H。好，这样应该就不会再一直切换输入法了吧？之前 OK OK。好，哦，这样好多了。哇，一直输入，一直在那里重复按输入法，有点麻烦。且这样子空白键也比较好按，可以用右手按。好，这是什么？每日挑战，我是不是按错了？我怎么会来到奇怪的每日挑战？向右射。OK， 嚯哈，那个会自爆的有点麻烦，我要上去吃那个罐子呢。这个又是什么奇怪的朋友之类的吗？也有炸弹或者是陷阱。这边没有东西，这算是我的小帮手之类的东西吗？而且又爆炸了，炸药。要怎么使用炸弹呢？这样就拿着了嘛，然后怎么丢出去？这样算丢出去吗？这样算是放下去而已啊。这有给他钱，他会给，会做什么？不知道。Fire me。
好像是一些抵抗，增加抵抗力，火焰或者是爆炸还是什么的，我没看清楚，所以不太确定正不正确。哦，还有这样的。哦哦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这太过分了。快烧死了！快烧死了！有没有补品啊？苹果可以回复20滴血。使用的话是用空白键，就跳跃键。哦，突然要改，好难改。聪明的蓝药水，这是什么？哦，有盾呢。然后这个是什么？近距离武器14、16，这个可以加5，这算是牧师杖吗？然后还有饰品，然后陷阱，看一下这有什么？这是我的技能吗？这是我的特殊能力，对，刚刚有增加的是火焰抵抗力。爆炸抵抗力那些，哇！这会回血吗？看它属性上面有血回血。可是没有感觉到有回血的迹象。还是它是加最大血量？再确定一下。哦，对，他不是回血，他是加最大血量，那就没什么特别的。他被干掉了吗？就叫你不要那么冲动了，真是，干嘛不要好好的陪在我旁边呢？我也需要一个人陪伴啊。喂，很会冲刺哦，你会放火哦，你会冲刺哦，又被烧了哦，死掉了。反正就有点像无止境的一种无止境的挑战吗？就是一直在洞窟里面冒险的游戏，然后今日挑战，我好像太早挑战了。看一下新的，看脚丑，我有什么新的衣服吗？没有。这是什么？头饰？哎，不是，头发的颜色。好吧，能一直在挑战，永无止境的挑战，就是这款游戏啊！哇，80！这一次好快啊，这次完全是被针刺到有点无言。哟吼哟吼，这是做什么的？无论如何我是 Barry， 你可以叫我 Fergus。 我来这里修理一些
反正就是帮我修理道具，然后要花钱就是。是不是每次死亡那些东西都不见？好像是这样吗？好吧。所以说，死掉大概都会清空，我得到一些祝福也都不见了。哦，又爆炸，可恶！弓箭用不太习惯，所以常常都是只能用近距离的。哎，哎。什么奇怪的符号哎？像这时候就要使用炸药，棒！不见了！哎，又出现了，什么东西？什么？为什么有时候出现，有时候消失？不是很懂。上面有宝箱，这是什么？好，反正有一些功能不知道，反正遇上的时候就会知道了。戒指可以装就装吧，应该是类似，你有时候可以用那种 sleep， 到底是指什么？是闪电吗？反正就是偶尔会可以攻击到附近的敌人，造成10点的伤害。这是什么？哦，暂时提升你的近距离攻击5点，然后也增加最大血量5点，然后是5还是10，然后回复10点血，这样就一些药水。有一颗蛋呢，我这次没有遇到小帮手的，还是他已经死掉了？上来吧，把你们打弓箭。哦，装上去，好像是什么？金色的那个叫什么？反正放箭那个箭筒吧，然后可以造成双倍伤害3秒。然后这里奇怪的蛋是什么？可以加20点血，要不要回复20点血，然后加5点最大的血量。哦，就是近距离攻击可以额外增加5点攻伤害吧。这里又有弓，是比较好的吗？
伤害比较高，但是射击速度比较慢。哎，这是过不去的，要用炸药炸开才行。这边要怎么走呢？讲解错误一个东西是不是？嗯，我不知道他是对攻击我的人造成五点伤害，还是我攻击可以造成五点伤害。不、哦，你会跳，你会跳，你会跳。啊！没有仔细看。只好把苹果吃掉了，我不想要那么快死掉，死掉又要洗白一次。哦，刚刚那个就是莫名其妙的闪电，但是伤害好低哦，还是近距离比较好用哎。还是被炸到了！哦，糟糕，剩一滴血，糟糕糟糕！给我个补品吧，现在只能把奇怪的补品都喝下去了。再喝，这什么药？奇妙的药水，应该没有刺吧？有一个奇怪的弓，这两个好像是一样的嘛，啊，一样的。去右边看一下，这个神秘的石块总觉得有什么不一样的东西的感觉。去下一个洞，反正死掉大不了就重来嘛。哦，奇怪，神秘猪猪，神秘猪。还没，等一下，你先不要上来。好，他应该上不来。是有点可以把敌人困住吗？还是什么的？闪电其实蛮有用的、啊，比如说在这里，死了，哎呀，太容易死掉了，我还破不了第三关啊！哦，不对，我第二关就还没破、哦。办法对话呢？要怎么对话？不懂，还是一样，只有一开始有苹果的那个，有什么特殊的好东西吗？没有，所以我就是要一直在那里重复、重复、重复刷这个，这三栋，然后。
其实我觉得这也算一种，就玩地下城的感觉啊，就一直在这里里面刷，重复刷，一直刷。这个是什么？增加我的魔法攻击力，可是我不会魔法。没有使用过魔法，哈哈哈哈！去去去去去！每次都要重新一次。进去武器五到七，还是我的刀还比较好用，要跳过去。增加防具的衣服之类的吗？地下，会，不然伤害好，敌人的伤害也好高，撑不了太久，就会死掉了。什么？连钱都要重新赚？这就有点。太过分了！哦，会会会会会会，我捡视频哇，这视频还不错哎。不过死掉就没了。那有增加什么？远距离攻击速度，近距离伤害加三，远距离伤害加三。但是一些抵抗都减少了，可能我那些反正对那些攻击的受到伤害更大。怎么？你犯规，突然跳下来。又是一个奇怪的项链吗？加五近距攻击，减五。先喝药水好了，能撑下去再说。这是什么？选这个。可以增加抵抗力，只有钱而已，就算了。喂，我不能死，现在不能再死了。那个球跑好远。不知道是什么，一直在那边。这有办法拿到吗？这是一个可以拿的东西吗？就是打了会按下，不是，打了会亮起来。或者是按掉，下去吧，下去吧，下去吧，这里有个，什么东西？我需要找一个安全的地方看。看一下哦，可以增加。护盾就是可以装备护盾，然后可以增加自己或者是附近一位角色的。可是他只有能抵挡一次伤害而已。然
后这个刚刚有一个东西是什么？哦，杀两只生物的话会增加最大的血量一点。我就可以一直增加血量了吗？可是重点是不要死啊，死了就什么都没了。你在睡觉吗？只能看能不能安全的一直增加血量。所以，这是好朋友吗？你是我朋友吗？你们是好人还是坏人？怎么会那么多？怎么突然来两只？等一下啦，我帮你们加护盾，你们不要一直跑。噔噔，哇，还是跑了，可以让你们少受一点伤害。你们怎么这样？不懂我的用心良苦。想要保住你们的性命，我要有人陪伴啊，自己闯这个有点孤单。啊！算了，一直要。哎，好奇怪的弓。特别的弓，拿起来。哦，可以一次射三支弓箭哎。哦，我这样，我要转职了吗？转职当弓箭手。你们谁要跳上来？你们真的要跳上来吗？哦，不是你，会爆炸的，不要上来。花钱。哇，补血，我血满了。再上来啊！你再上来啊！你上来啊！我怕，我才不怕你。我现在是弓箭手了。好多只哦，敌人好多。上！我射！不知道什么卷轴。可以把五个近的目标变成金币，但是活着的东西不算。射！远距离攻击。自从我当上弓箭手之后，一切就不一样了。哦，差一点，想不到弓箭手那么好当。那大家为什么要当战士呢？这有个奇怪的跳台。给我额外三个炸弹，这么奇怪的跳台，不知道是有没有作用。按 ESC， 哦，是旅程之类的吗？
某一种目标，达成目标的那种感觉，是吗？其实我不太确定。但这个人，哦，你进站，我员工，你上。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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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啊啊你好像快死了，我就不强迫你了。啊！攻击力好强哦！刚刚又是这个护盾，那个朋友不知道。是死掉了吗？哦，这是什么敌人吗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是谁？等一下，你是谁？竞争者吗？干嘛一直跟着我？你是敌方的人吗？请问怎么他可以一直隔挡？嗯，然后怎么对方对付你啊？给你个炸弹。到底是谁？为什么要这样针对我？突然遇到竞争者，而且他好难打。你们是一伙的吗？那盾，他的盾也太强了吧！我射，我射，我射。怎么那么难射？再送你们一颗。啊！欸，有人他是被碎石打死的吗？哎哎哎呀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啊！那个家伙怎么那么难？啊！好吧，这也没办法。突然出现一个在那边，橘色的头带，还有一个奇怪的奖那种。类似奖励之类的，看一下是什么东西。Phew, we got her finished. I gave her a cup.这里好像有什么。嗯，不知道是什么。是我的传送门之类的吗？攻击。这个是射手，增加远距攻击一，增加射击速度 50%， 然后。哦，不是，是弓箭飞行速度 50%， 然后射箭速度 10%， 然后减少近距离伤害2。我要转职弓箭手，就是要使用这个了。哦哦哦，这可以连射的感觉，好像很强。站着。
上来！少了一点点攻击，反而差很多。啊！等一下，怎么一直打不到？这个要先干掉，因为它会爆炸。决定射弓箭这个。踩不到哎、欸。不会坑了，那就只能靠这个跳到最近的。哎、欸，不行，不，我也要我的。就是近距离攻击的那个，一开始就有用到了。哦，能不能跳上去啊？赚钱，那边应该跳不上去吧？先赚个钱再说。如果中途又有什么女神像，就可以购买东西了。金币。竟然被你格挡，而且他刚刚偷我的东西，对不对？噔，增加移动速度 10%， 这个是什么？增加跳跃的，可以增加跳跃的力道吗？这样比较高吗？不知道。嘿，刀剑相冲的时候就会轻。嘿，嚯嚯嚯！嘿，跳不上去，放弃，跳不上去。这是什么？Flying eyeball， 它会自己造成攻击之类的吗 ？Small blast， 这是拿来丢的，可以让那个附近的敌人，就是有点暂时停止动作。球到底是做什么？确定一下。他说他会射出火焰攻击附近人的敌人，可是刚刚怎么都没有感觉到他有攻击。120。你也攻击一下吧。还是说，我看一下有没有使用魔法的按键。魔法物品 Q， 丢掉东西 Q， 好吧，不知道，还是觉得他不会攻击。哎呀，赚钱，又是你会爆炸的爱心，这应该是回血的吧。回20滴血，嘿，上，这个会爆炸，会爆炸的家伙要小心，过来啊！哎，我怎么好像说这一句话，他就一定会过来？不行，不能就这样输掉。
还是吃辟邪？是时候该吃这个了。然后增加速度。真是犹豫。这个眼球真的是有点看不出来它的功能。增加吃了可以增加回复35滴血，增加5点，最高最多最大，一直想不到用词，最大的血量。好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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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十滴血，这不是一样的东西吗？好吧，我是觉得它没有给我什么特殊的用处啊。好像有，有那个，到底是要离多近它才会攻击？镰刀哎。哦，差一点。这又是什么？好多奇怪的东西哦。哦，这算复活道具吗？这个会爆炸。嘿，走开，走开。那为什么有时候会攻击好远，有时候攻击距离超近的？哦，别想，赶快去洞穴二。啊，什么都阻挡不了它的爆炸。增加攻击力，还是比较……哎呦！哎，刚有，哦，血量不够了啊！啊，手滑了一下，有衣服。怎么了？不懂。我好像有拿到衣服了吗？那防御好像没什么，没有比较高啊。这衣服，战斗 T 恤，战斗衣，那就穿这个。哦。裤子穿黑色的，好，有新的吗？没有，这个是我的现在的旅程最爱的啊！每次都要重来一次，小伤心。Hello， 你醒着吗？他今天不在。他们今天休假了吗？哪一个才是有使用啊？不太懂。还有什么地方吗？没有。好吧，就是这个游戏就这样一个有点永无止境的洞窟冒险，然后我现在还破不了第二关。啊，真的是这么久还破不了，有点惭愧。不过反正我就不是标榜技术的，所以弱一点没关系啊，好吧。那我今天就玩到这边咯，谢谢大家，然后我们下支影片再见咯，拜拜。